首先呢，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新的冒险吧。我们这个新系列是奇妙探险队，但虽然说是新系列，其实我们以前在主频道已经玩过好一段时间了，玩了蛮久的了，只是因为后来就没有继续在主频道出下去。但是呢，二代又快要出来，有没有看到左上角有一个二代快出来的消息，所以想说二代我们可能会出在副频道，那既然如此，一代我们也到副频道来玩个几集好了，玩个三轮吧，预计是这样子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也可以推荐到主频道去看看啊。如果您看过，那就来一起享受新的冒险吧。来，新游戏，我们已经玩过了好几位，黄飞鸿、玛丽、金斯利，还有阿梅利亚。我觉得阿梅利亚这趟冒险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还有尼古拉，那个特斯拉啦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加维，这是我们目前已经过的，然后还有个奇怪的家伙，这个如果大家喜欢，说不定我们也是可以玩个一轮看看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玩的是这个塞卢斯，我们曾经玩过塞卢斯，但最后没有拿到第一名，是真的非常可惜的。所以我们这次来试看看吧，他是一个战术大师、大英探险家、警官兼世界闻名的大型野兽狩猎者。我们有一个厨师、一个商人，还有一个驴子。然后我们一样就是要想办法在冒险中打败其他的对手，进行六次探索，证明谁是协会最有名的探险家。我们玩最难的死亡模式，来看看哦。我们有个丛林，有一个旱地，丛林旱地，去旱地吧。旱地不一定要有水，它只要有部分的水就好了。兴奋彻夜未眠的我将装备整理到船上，船长还没有到位，所以看看可以帮什么忙啊。一个豪气，有土豪气的OK 爵士，他打声招呼说要找到他的妻子啊，并带他来到伦敦。 OK 我们试着努力看看，护送村民回到伦敦。 OK 没有问题。第一趟冒险，因为我们什么钱都没有，也没有名声，所以不能买任何东西，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，过往的那些种种。哇，等一下，开头就给我们一个很糟糕的入口哎。OK， 一开始就要我们爬山，也太累了。哦，一开始就要爬山，好，挺棒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的商人是一个窃盗癖，还有一个厨师是幽闭恐惧症，很好。哇。一开始就要爬山，爬下来。我们先到附近去看看吧。附近晃晃，然后再到村庄去。第一个石阵，皆是所遗迹、所营地，还有所洞穴。遗迹好了，哦，遗迹好远。这边有两个，我们可以一路到右边去。我们现在可以帮他升级来，帮厨师升级一下好了。厨师升级之后，他烤的肉比较好吃。再来是我们需要到那边，体力不太足够哎。下面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，这里应该是山洞，我们就不要去山洞了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扎营吧。对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第一开始就直接回去，所以不如我们多扎营，然后多睡一点。这个营帐是只有他才有的，其他人好像没有。哎，你的王父的信件不见了。要找找吗？我看一下哦，我们有骰子，哇，失败了，没有找到，白费时间，忠诚度下降，对不起啊，然后还多浪费两天的时间，为了帮他找到他要的东西，哎，再睡一次吧 ，OK， 把体力恢复，然后我们再出去冒险，有了，收拾营地，我们光是这样子来来回回，其实就花掉不少时间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去遗迹里面把东西拿走，对，直接拿走它。调查，进入神殿 ，OK， 全部拿走。捡山土著关系啊，我们的驴子是个绅士，我们可以骑它。好，往上走。哦，冰天雪地，进入村庄，来了来了。这群人是一个能力高，一群能力高超的斥候。当我们走进村子时，马上土著向我们走来。他介绍自己，并告诉我他叫 Padui， 然后他就是我们要护送回伦敦的夫人。OK， 土著关系加二，我们才刚减三而已。我们可以招募一个新人吗？哇，没有人想要跟我们交易耶。
那我们可以在村庄休息吗？可以。村庄，一个年轻战士问我们，我们的村庄是不是比他们家乡更好？当然，这时候就是要夸夸土著啊，对不对？夸夸他，哈哈，加二土著关系。耶、yeah ！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交易，我可以跟他换个谷，谷是我们需要的，然后蘑菇可以帮我们补血，我们也需要。兽牙跟他用买的，好像不是很好。宝石是可以换一个，换个宝石。那我们要拿什么跟他们换呢？铲子给他们，whisky 可以给他们一瓶，一瓶好像还不错。OK， 那另外一瓶我们就自己喝了吧。可以再给他一个，然后跟他们增加关系吗？关系加一，只有加一而已。哦，做加一，加一那算了，成交。还可以招募吗？不行，名声不好，没有办法。我们现在名声是多少？名声负一。OK， 拜拜。他去神殿，神殿就是我们刚才去的地方。他想要道别，可是来不及了，我们要先走了。哎，先敲锣打鼓一下。呼哈 ，Go！ 哇，整个变成冰块。哎呦，有个废船哦，我们可以在废船稍微休息一下，收点东西吧。搜索。哦，三个炸弹，还有子弹，所以哦，可是我们现在超重嘞，只能步行了，那还是超重一格。哇，水可能要丢掉了，对，水要丢掉。然后我们需要先找到金字塔，所以找到金字塔之前，这里晚点再去吧。晚点再去。没有看到金字塔，还是直接过去。可是我们这样子，等一下要丢两样东西。有流水声，等一下哦，流水声先不要。流水声会让我们死得很惨。我先这个要喝掉了、啊，这一定要喝掉了。先到这边看看什么？哦，是一个萨满小屋。来交易一下，可以跟他打个折扣。藏宝图可是我们没有铲子了。图腾杖，插进土地后就不会有人靠近。火焰图腾，沃土瀑布新世界。我们可以买个新世界图腾，新世界图腾可以让我们额外加分。好。买个新世界，那我们可以拿东西来跟他换，这个价值20，我们这个大概也带不回去了，所以拿这个跟他换刚好，拿来加个骨科液，成交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离开吧。这个我们可以骨科液吃掉，它也可以升级，看他有切到屁，我们要让他持续待在我们的营队里面吗？还会偷东西，对啊，他会偷东西，先。我看看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先扎营好了。对，反正我们大概是没有办法在第一名回去了，那不如扎营晚点来。露宿，反复无常，哈哈。好，没关系，他带回去之后，他就会离开我们。你这家伙疯一点没关系，对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来，继续睡觉。OK， 补点体力，休整。我们应该是稳定最后一名了。来收拾吧，还好场没有人会就是烧东西。好啦，我觉得新人我们让他升级好了，哇，多升级一点，到时候再想办法把他切到屁给解决掉。呼哈，来，我们现在东西其实蛮多的，我们要不要请他帮忙进化的时候，就是顺便那个、啊。这个是这个价值40，换钱也是40而已，不如就这样。然后我们还可以跟他换一点东西。这个我再换回来。不对啊，宝石我们到时候也用骨科液，可骨科液吃一吃，他们又会 clunky， 怎么办？好犹豫哦。骨科液是可以回圣值，但是圣值我们行动值，但是这样子换，怕是到时候越吃越有问题。好啦，这样子吧。先进化，他是幽闭恐惧症，还好。先把他切到屁给进化掉，有了。好，走吧。这边包是什么？
哦，探索。哦，这里只是拿来睡觉的地方。OK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出发了。哇，不是说我们没有人会放火吗？是谁放的？是他放的。好，好吧。来，我们先过去。这样我们等一下绕一圈到上面，然后去拿遗迹。金字塔，有了。OK， 这样子我们可以敲个鼓，我们可以打一下，打这只豹，跟他打架一下。攻击！我看一下哦，敌方晕眩，愤怒头锤，晕眩一好像还不错。来，枪，给你枪，然后子弹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哎，二连击而已。OK， 先结束。痛！哦，血流好多。我看一下哦，先给他一枪。我们骰运不太好哎，这是我们战斗的方式。对，但是我们战斗能力哎不错，全部拿走。OK， 超重，有羽毛是不会占重量的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来治疗。有了，受伤结束。然后这个生肉我们烤一烤，烤焦动物肉，加减吃啦，加减吃也不错。再来，我们要，我看一下，我们需要先绕到上面去拿东西。我们应该是稳定最后一名。其实我们刚刚如果是从上面绕下来走过来，其实好像不一定会最后一名哎。但现在是稳定要最后了，对，没有机会了。好，先扎营吧，反正都是要最后一名的，东西拿一拿，我们再跑。嗯，保险起见，忠诚下降，为什么？他要让我们额外回复的限制，但他忠诚下降了。好吧，没有办法。来收拾营地咯，准备要跑了。鼓敲一个。OK， 调查。进入。我们有一个阴室，还有一个肖像。有了，要开始喷水了。哈哈，直冲回家。Go！ 哇！哈哈哈！还好，我们最后决定最后再来。你看，他把路挡住了。虽然说我们是可以炸山没有错，可是他把路挡住超危险。我们没有最后一名我们倒数第二名，太棒了 ！OK， 凯旋归国，回家咯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速度奖励第四，他现在速度奖励是不是差蛮多的啊？对啊，速度奖励给的东西好像差蛮多的，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早一点回去会比较好。神秘眼可以探索的范围加大，在自然环境回复的限值多加5，这是我们每次行动结束会给我们的东西，给我们的奖励。我们拿一个行家好了，额外的支援骰，不错不错，因为我们要主要，我们是一个战斗比较厉害的人，所以战斗骰子越多越好。哦，他们带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他们带的东西也太多了吧？相较之下，我们有点穷送给博物馆，卖掉，卖掉。这个牙齿可以拿来交易，所以我们留着，送给博物馆。OK， 勉勉强强可以追到第三名的尾巴。哇，我们离第一名有点远。有点远，我看一下哦。下一个只有一个可以选吗？有一个沙漠跟一个丛林，丛林跟沙漠，丛林沙漠可以找到木乃伊，木乃伊的话带回家很棒。好像走吧，我们去沙漠吧。木乃伊可以加100，有互送回去了，太好了，获得奖励。在爱的拥抱下，他们十分感谢得以重聚啊，离开了这里，拜拜。那你要记得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啊。OK， 有个博物馆长说他是个收藏家，
有任何乐器他都会给报酬。我们是有鼓啦，到时候可以再买一点别的东西回来。有新人要加入我们呢，一个被毒蝇人可以显示附近的绿洲。好啊，欢迎加入。那我们有130块，我想想哦，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载具升级，这样我们可以拿更多东西。然后啊，可惜没有 whisky。这个地方好像有那个步道所，他们那边都很爱喝酒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需要买点急救包，买点急救包，战斗的时候会需要用到。然后绳子，剩下的柴刀要砍雨林，让我们走更快，好像也不错。带个10把柴刀吧，因为我们一定用得到。剩下的就是巧克力。OK， 这样子应该是没问题，稍微补一下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出发咯。这样子的话应该还 OK 吧。有羽毛的东西是不占空间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就待在身上不影响。待在身上不会有影响。来，我们可能要先装点水。装点水。这样子就超重吗？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。我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放在骨科液，怕有人吃了会呛掉，所以这个还是留在船上就好了。啊，新世界我们刚才没有看。好，这样子目前是全满的。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不用带着的吗？好像都要带着。水40瓶应该够吧？希望啦。来，先点个新世界。等一下，如果我们再到中间一点再点新世界可能会更好，因为它会帮我们把那个其他地方都变成，就是我记得这个会帮我们变成绿地。好像没有很大的影响，算啦。这里是一个废弃的营地，然后有动物足迹，看一下。两个巧克力，碎啦，野生动物，我最喜欢打野生动物了。为什么不能？要往前一步，它刚好离我们边边一点点。呼哈，我记得我们可以在原地等待哦，原地等待花15的限制。好哦，还可以使用热气球回家来放弃探险呢。好哦，原来还可以用热气球哦。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个东西。好了，我们要跟他打架。攻击2只。我看一下，我们有额外的战斗骰。这个加这个，愤怒头锤。好，他也来愤怒头锤。然后我们可以先用把骰子给用掉，反正他也占空间嘛，对不对 ？OK。结束。猎狗猎人杀死100只猎狗，哇，我们也玩了蛮久的了。OK，Go Go Go， 没有脑袋，他死掉了。好，全部拿走，一格超重。我们正好来烤肉，虽然说前期厨师烤的肉实在不太好吃。对，布利亚拍甲，3330，我们先往上走吧。这个新世界感觉起来没什么帮我们做改变啊，对啊，没什么改变的感觉。我看一下哦，他有卖什么？他有卖照明弹，有卖酒，他这边酒卖很贵，我们可以跟他买急救包，然后砍个价。我们要拿什么来换呢？猎狗皮刚好，然后换个照明弹好像不错。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跟他换了，照明弹全收吧，可以拿来帮我们收集附近的东西。这样 ，OK， 这样我们格子够吗？我们格子好像不太够，还是先不要好了。对，那我们跟他买一点绳子，这样子刚好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这边过夜，他需要跟我们要点钱，那这样子就刚刚好了，对不对？猎狗皮给你，不行，还不止。我们需要一点东西跟他交易。那这家伙其实是贪得无厌的人啊！哇，原来过个夜这么花钱哦。可是我们自己扎营要花时间，所以好吧，把东西给他换一换，
换一点医疗包也算是值得了。OK， 畅饮，另类 ，OK 还好，差点有若畅饮，有可能会有人会酗酒，但运气还不错。离开啦，拜拜。我们接下来要先到五五，先到前面这里好了，看一下前面这边是什么东西。这是一个地下墓穴，地下墓穴可以晚点再来，对，晚点再来。然后我们去这边休息一下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哎，没有办法探到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被困在恐怖的沙尘暴中，完全迷失自己啊！哎，我们被沙尘暴吹到一个鬼地方来了。哇，还好我们水还够。哎，这里也有墓穴。哇，先帮厨师升级吧。调查墓穴，进入，打开石棺。哦，我们拿到一个木乃伊。好，木乃伊很危险。然后现在有点过重了，我们可能要先丢掉一瓶水。然后现在扎营差不多。对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第一名回去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先睡觉吧。还好我们有那个宿营的，哎，反复无常，好哦。为什么睡在外面你就会反复无常啦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嗯，我们可以多睡一点。然后木乃伊有可能会复活，所以我们得小心一些啊。我们刚刚可以顺便打个鼓的，恢复体力，可惜咯。来收拾一下吧。啊，刚刚也可以再打个鼓的。呵呵，先来看看这边有什么。这边哦，这个是一个商人营地，我们先往前。商人营地可以换好东西，但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他换。传送门，哎，这是一个传送门，我们要进入传送门吗？OK， 走吧，我们到了传送门里面，感觉有点危险欸。然后有大猩猩，先看一下这边有什么。啊，我们的鼓，刚刚忘记先敲个鼓，打个鼓，调查神殿，进入神殿，神殿，哦，有好东西，可是超重，目前整个超重，大超重状态。我们把巧克力都吃完了吧，然后我们水等一下出去外面我们会需要用到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需要丢一样东西，我们要丢一样东西，柴刀丢掉，等一下我们移动会很不方便。绳子吧，绳子我们可能用不太到。哎，啊，这个星星刚好挡到，刚好闪开来了，我们想说杀个星星的。石阵，接居住地哦，附近还有个居住地。我看一下哦，再帮他升级一下。我们现在缺食物，然后我们也不太能那边，我怕那边居住，等一下住一住我们就被传走欸。可是如果现在不住的话，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。OK， 哎，可以先攻击大猩猩，先打吧。哦，我们有这个，可以来个定向炸药。大猩猩有点凶。OK， 先解决一只，然后还有机会再定向吗？先瞄准射击吧。OK， 直晒，拜托给我晒点好东西啊！OK， 没有很好，没有很好。哇哇哇哇，超痛，运气超不好。来，我们现在沉默了。哇，脚踢三点伤害，好，我们至少先解决掉一只了。哇。哦，好痛，好痛！
哇，脚踢，哇，我们的战斗能力有点母汤，站稳，啊，脚踢 ，OK， 在。我们刚才驴子没有先骑起来，不然驴子就可以帮我们打架了。结束。OK。哇，攻击被沉默，怎么办？哇，两点防御而已。哦，可以，哇，我们解决掉他了。哎呦，我们需要先帮大家补个血。天哪，打一只猩猩，我们几乎全部惨嘞，超可怕的。来先进入营地中吧，我们先睡一下，惩罚他。算了啦，让这事过去吧。忠诚度还下降，你这个家伙，他在讲我们坏话。OK， 先收拾，先再睡久一点。木乃伊站起来了！哇！愤怒头锤先击晕他再说。对，我们再甩一个。再甩一个，哇！怎么可以这么差啊？我们的骰子也太差了吧！脚踢三点伤害没有用，我们要换脑袋。对，我们要换脑袋。有一个脑袋。哎，撕裂者。但这好像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至少是可以打，可以攻击。来，哦，好，全部打在同一个人身上，这是好事情。干掉他，踹死他！哎，木乃伊皮起来。哇，好险，没事没事。哈哈。来，我们把它收拾一下。OK， 我们现在两个物品超重。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先把这个治疗好。哇，没事，好，还有一格超重的状况下，我们可以把剩下柴刀都丢了吧？对，剩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就要离开这里了，柴刀都丢了，然后。不知道上面这是什么，我们去上面这里，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跑那么远。等一下，新世界没有办法待很久啊！才刚讲离开了，我们在那边解决了一只猩猩，然后这边有个大嘴鸟，我在想我们跟他打一下。来，大嘴鸟就一只，我们有机会可以打赢他。只要撕裂者之药，不要！我想想哦，我们要尽可能的群佯攻群体晕眩，先这样子，然后，让他喷血，可主要是要让我们自己人不要扣血会比较好。可是他这个伤害很痛，所以不如拼一下吧。对，拼下一轮把它干掉比较实在。嚯嚯，哇，超痛！来，等一下，我先留一下。脚踢 ，OK， 掷个骰子，有了，完美射击。刚刚如果完美射击，我们就可以省更多的体力了，太可惜了。来，先烤个肉，然后目前还有一格超重。我想想哦，我们需要丢一样东西，丢任何一样东西。
可是丢任何一样东西都很浪费。对，任何一样都很浪费，怎么办呢？水也不能不丢啊，这边都是沙漠，我们没有办法在没有水的状况下移动。啊，这个羽毛也很贵，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丢掉一样东西，任何一样东西都很贵，怎么办呢？我们也需要肉才可以移动，怎么办？哎，哇，现在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况。对，怎么办？要丢什么？要丢什么？羽毛不行，羽毛价值太好，它价值60。然后木乃伊更不行，木乃伊我们应该一开始先拿去那个庇护所那边，先把它丢下去的。金花瓶也很贵，要不然先，我看一下哦，好犹豫，好犹豫，好犹豫，要不然炸弹扔了吧。炸弹是里面相较之下比较便宜的了，对，相较之下，先过来。欸，不知道旁边还有没有那个金字塔，欸，我怕金字塔在更远的地方。啊，伤口感染。我看一下哦，英式。把这区给。哦，这边也是。这边也有一个土著村庄，那我们应该刚刚往左边走的。来，先交易吧。有10个炸药。但炸药我们用不到，我们可以跟他换一个，这边有保障坠饰，可以换一下，反正我们也要丢东西。照明弹可以换，我想想我们要拿什么换照明弹。哦，这个羽毛你看，羽毛价格超贵，超贵，10颗炸药，我们才刚丢2颗，换了，哦，全部。看一下哦，登山工具不行，太贵。子弹，我们需要这么多子弹吗？给他们增加忠诚度的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派掉了，等一下就发掉了。再来是战斗石，这样子，还有多哎，你看还有多，我们用2样东西去换1、2、3、4，2样东西换3样，这样我们等一下东西又会满。怎么办？我觉得，要不然不要照明弹，拿20个登山工具，这样不会亏。OK， 哈哈哈，这样好像还可以。对，直接换20个登山工具，我们要攀爬高地，这辈子都不丑了，完全不丑了。然后这边价值比较高，可是声望70的我们要带回去啊，声望70要带回去，怎么办呢？换一个，在这边兽牙也很值钱欸，对吧？这边兽牙也是超级无敌值钱的，兽牙换10个炸弹。OK，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，木乃伊价值才500。还是我们要直接把木乃伊给他，可木乃伊带回去声望值100耶，木乃伊跟他换10个，太不行啊，木乃伊是我们就是搬复为政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办？好犹豫哦，宝藏坠饰倒是还好，有跟没有是一样的，所以肉我们自己要留着，好，这样少一点点就好了。OK， 成交，商人离开了，然后村庄我们现在也过不去，我们比较好的选择是往这边走，然后往下面走，对，这样可能比较好。来，送给你们各送一点。一人送一个，厨师也给你一个，然后我看一下，也给你一个。
哇，忠诚度全满，好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吃点肉，吃点肉，吃点肉，先过去这边。对，先到这边来。不知道这边是什么，希望是金字塔。如果是金字塔，我们就不是金字塔。哇，拿到两个画布，这样过重啦。不是金字塔的话，我们现在还有可能有金字塔的地方。下面不太可能，下面太近了。下面那个比较像是那个石圈，怎么办呢？肉烤一烤。OK， 我们可以直冲过去。金字塔在哪里呀？左边这边吗？如果是在这边的话，我们稳死欸，这边根本就过不太过去的感觉。来，先把这个祸害丢进去。画布我们也用不到，画布到时候可以拿去交易掉。但这样子应该可以节省掉很多问题了。OK， 哎、欸，只能带三个，好，只能放三个，那先放这样子吧。OK。过夜，还要我们捐献，给你两个画布。哎，不能，那个砍价不能砍吗？好哦，砍价不能砍。然后我们水也快不够了。拿个炸药，畅饮，拎来啊！酗酒，酗酒，他就因为没有酒，他就很容易会下那个sense，容易就会下降了。我们先到右上角看一下。有可能在右上角这里，希望啦，至少总比在左边好多了。哎呦，这边有一个 ，OK， 这边感觉可以探索一下，填装水壶，露宿过夜。哎，要逮捕一个人，厨师还是比较好，都逮捕商人吧。他们两个在对打。哦，忠诚度下降，哈哈。这下降没有办法、啊。OK， 这样我们还 OK， 还 OK。来来，再过夜一次。哦，没事没事，目前状况还 OK。好，离开了离开了，我们直接这一格吧。可厨师现在状况很不妙。哦，不要撞到我，不要撞到我。先探索。进入金字塔，碎啦！然后攻击大鸟怪，我们应该有办法打，打看看。脚踢，愤怒头锤是要一个这个配一个脑袋。OK， 愤怒头锤，好。可惜了，我们刚才没有换什么战斗用品，哇，战斗用品带太少了。OK， 好，睡，没事。我们是可以稳稳的、稳稳的、稳稳的把它给干掉。只要有机会，等一下、哦，赌一下，赌一下，再赌它一颗眼睛，睡啦！完美射击，哈哈哈！太好了。OK， 这样子我们可以。可以冲回去啊！我们可以想办法冲回去。鼓敲一个，先去这边。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可以拿两个木乃伊。这样我们可能没有办法，我们可能第三名、第四名，但是没有关系。对，啊，可能好像第三名也有点难。来调查一下，进入战斗啊！我又忘记把驴子给带起来了。驴子脑袋，我看一下哦。军选，哦，我们赌一下，看一下哦。有了，第二个军选，这样子，强力防御还是这样？这样子可以有三点防御。
没有枪，可惜了。他只会打一下，碎啦，没有打到。好，我们一样戴个眼睛，带两把刀，赌看看。碎啦，完美射击，可是好像不够痛。对，好像不够痛。哇，好像不够痛。哇，不够痛，完了。哦，还好还好，一点小伤，一点小伤。我们快回国了。对，拜拜，快回国了。我们带两个木乃伊耶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觉得可以不用拿。欸，也是可以去经过一下啦。对，也是可以经过一下，去看一下吧。我猜是时阵。欸，对对对，是时阵。好，那我们肉不会带走，所以肉我们可以一边吃掉，然后一次回家。快快，有没有机会可以拿到第三？好像没有机会啊，还是第四名。好吧，还是第四名，可惜了。哇，但至少我们是顺利的凯旋归国了。嗯，啊，然后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欸。我们有个鼓可以换，可是鼓我们自己要留着用，可惜了。OK， 还不错，嗯，我们可以选能力了。额外攻击骰好像不错欸，指南灯，我在讲什么指南灯？指南针的准确度在这个难度没有帮助，减少穿过密林的行动消耗。我们拿个骰子吧，嗯，我们可以大量战斗去赚那个分数。哦，那个分数怎么回事？我还以为我们有机会，我是不是太傻太天真了？我是不是太傻太天真了？这个可以拿去卖，羽毛真的是带出去比较好。有有。冲啊！哈哈哈哈，哟，全部换完，我们拿到第一了。可我们只剩40块，40块好像有点穷。对啊，好像有点穷，而且接下来都是要去北极啊，绝命的、致命的、绝望的，都是要到北极去啊。哎呀，好啦，至少哎，这边有一个传送门，北极也有传送门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石阵。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可以去个致命的北极，感觉是挺危险的。不过就我们回来玩的第一轮，这样算是还不错了啦。嗯，还不错，至少我们现在拼回第一名了。只是下次还要两个木乃伊的状况可能比较少，对，比较没有机会。可惜如果刚刚我们先拿完木乃伊之后，先去回去把东西放到储藏室里面，再往传送门那边走，我们就可以赚到更多更多的东西了。这是蛮可惜的，但是总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运气运气的。好啦，如果大家还喜欢的话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